你这个病啊，还蛮严重的呢。医生，我没有，我从来没有那个过。这种病被间接传染也是可能的。最近有没有去过什么公共浴室啊？那你下一次叫家长一起过来吧。啊，为什么？ 什么为什么呀？得了这种病，怎么可能不让监护人知道啊？我们这里可是正规医院，不是外面那些乱七八糟的诊所。而且你后续治疗不需要花钱啊，你自己赚钱吗？要花很多钱吗？激光治疗一次就是500块。我怎么了？我身体不太舒服。什么病啊？ 你是想骗我给你医药费是吧？编个好借口呀！要不然我帮你想啊。发烧啦？胃痛啊？屁股烂啦？爸，我的钱呢？你别装，我的钱去哪儿了？干嘛？在呢。哦，易遥请我们大家吃蛋糕。 谢谢医药，医药的钱也是一样的钱，跟我们的路没差别，大家不要歧视。来，我给大家分。你把我的钱给花光了。哎，没花，我还有呢。真的？你怎么才回来？你刚去哪了？你知道你们学校把我叫去跟我说了些什么呀？你站起来！你怎么回事啊你？ 我怎么这么倒霉，生了你这样的女儿？你才多大年纪啊！你怎么会有这样的病？说，不知道。医生说我是被别人生的，但是我真的没有，我没有去过公共浴室，我也没有去过宾馆，我也没有用过别人的毛巾，我不知道怎么回事。不许说出去，放手！你不许说出去！你求人家这口气。 好啊，你给我封口费啊！我的钱不都被你花光了吗？要多少我给你啊！你还差多少我给你啊！我有钱的我回头就拿给你，你不许把你看到的说出去。你就是要找我赌，你不许说出去，不然我弄死你！好啊，你试试，看是你先弄死我，还是我先说出去。 怎么被你们欺负？怎么被你们侮辱？粉笔灰塞嘴里是什么滋味？打火机烧头发是什么滋味？你们比石头还冷吗？没有恶毒又愚蠢，你们胆小怕事，别人做什么你们就跟着做什么。你们巴不得世界上多死一个人，因为你们的日子真的无聊，因为你们觉得自己不会承担。